怎么是你啊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我成功了，以前我答应给你的，我现在都有了。其实我们分开，我也是更好的想鞭策你。不过挺好，至少不会让下一任失望。你要点什么？还是之前的烟吗？我戒了，我女朋友不喜欢我抽。啊，之前怎么劝你都不听。那我拿瓶水。饮料也不喝了？也戒了，他不喜欢我喝甜。请你了。那行，不跟你客气，走了。嗯，周末有时间吗？来喝杯喜酒。我去不合适吧？也对哈，行，走了。哪有什么喜酒，逗你了。其实是我女朋友七十大寿啊。 What the fuck? 来啊，来喝啊，给我买保时捷啊，来。